宝贝休息话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超级游乐场，我是 Sidy Selman 老师。无处不在的超级游乐场，在超级游乐场里的物品将变身成无敌玩具，让我们一起动手创造快乐吧。这是什么？一坨螺旋魔法轮。对，是线绳。手帕和线绳可以做什么吗？你知道吗？擦地。擦手。小手帕的碎胶绳，龙马就跑会会变成一个疯狂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就用手帕和线绳做一个新的玩具。简单的材料加上聪明的创意，你就得到了一件无敌玩具。还记得降落伞的制作方法吗？现在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吧。一，剪出两条线绳。二，把线绳粘在四个角上。三，底部粘上硬币。降落伞就完成了。看着同学们玩得如此开心，怎么样？快快拿起你身边的物品，创作属于你的无敌玩具吧！无处不在的超级游乐场，废物变成了无敌玩具。今天的玩具改造你喜欢吗？下期见。